2月14日，中西艺考复试正在紧张的进行中，而这次中西艺考要求是考生必须全部纯素颜，但是为了更加上镜或者给老师留下好印象，因而有许多考生偷偷化妆，因此监考老师为了保证考试的公平性，亲自拿着纸巾一个个帮考生现场卸妆。而在教室门口排队准备考试的学生中，我们发现了林妙可。当天的林妙可身穿黑色的外套，扎着马尾辫，手拿大红色的纱圈，里面身穿少数民族服装，估计是舞蹈表演。希望林妙可好好发挥，进入自己理想的大学。